那现场哦，那你之前有去买过吗？有，我有买。你有买过？因为我去做戏耶。戏耶。那有时候就是他们在缓慢成长中哦，那每天大概都有三四千人来确诊哦，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乡亲哦，有状况我们就快点来采检。那有问题呢，我们现在呢在全彰化县有130几家的医疗院所就可以为大家判定，那是不是阳性，是不是就是确诊哦，那就会即刻的给你这个诊疗该投药的，我们就会给投药哦。那第一时间内让确保大家那个生命的一个安全哦。那这个我们针对低收入 那这个我们针对低收入户，每个人是给5剂哦，所以在彰化县内目前有6万的列册的中低跟低收的乡亲，那每人5剂，今天大概就发送了30万剂。那总共全彰化有37个这个领的这个点哦。那如果在床上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出来领的这个乡亲，我们呢另外会再透过社工以及我们的这个罹患师系统，那再送到我们的这些中低收入低收入户家中哦，来让他们呢也能够保护好自己哦。那除此之外，彰化县政府在我们的这些安养机构里面，那现在呢是主动的每一个礼拜筛2次哦。那以防我们这些在安养院的这个长辈，那一旦确诊之后，那个死亡率都是很高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主动做这方面的监测。另外，我们有58间的所谓的机构的部分，那县政府呢也在26号的时候就已经呢有主动送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筛剂，让我们的这个机构也能够呢随时监控这一些住民他们的身体状况。那再就是希望大家记得一定要
到最好的这个医疗的一个这个照顾，确保大家的一个这个安全。那也要特别谢谢我们26乡镇的公所，那协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发放哈，那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及早能够拿到赛季，做好最好的一个。最好的台湾低收入户中低收方案跨赛季，啊，因为这是做好的，啊，因为吼，中低收入户吼，他的讯息吼跟他的三 C 并没有那么发达，而且有的也还不会塞，啊，有的都没在看电视，不知道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去会去教他们，啊，也防止说阿姨都失去膝盖去捡那个资源回收，因为过生活嘛，啊，感染到啊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，啊，也有很多卧床的，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村里干事一一的去协助这样子，啊，非常感谢哈，管道对咱防疫啊跟咱。疫情当下吼，咱各方面是。啊，即下林先生马龙伫厝里头对啊。好，即马伫厝诶，伫厝。这里面大概十外公尔。好，啊，大家讲好。个五六岁的有没有去登记啊？有啊，那个叫他们去登记哦。没有，都用赖的，足足全家一直那个啊。外籍没关系。外籍哦，是里面跟那个都一样的。